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北京时间12月10日凌晨，欧冠第六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，最后四支出线球队诞生，他们就是亚特兰大、马竞、皇马和门兴。欧冠十六强出炉，亚特兰大、马竞、巴萨、拜仁、切尔西、多特蒙德、尤文图斯、拉齐奥、RB 莱比锡、利物浦、曼城、门兴、巴黎、波尔图、皇马和塞维利亚。国米在最后一轮垫底出局，成为意甲唯一一支出局球队，曼联则是英超唯一一支出局的球队，德甲和西甲成为最大赢家。他们四支参赛球队全部晋级十六强，法甲是五大联赛中最惨的，马赛和雷恩都是垫底出局，只能靠巴黎挽回一丝颜面。欧冠八个小组第三已经出炉，他们将会去踢欧联杯32强，分别是阿贾克斯、布鲁日、曼联、奥林匹亚科斯、基辅迪纳摩、布鲁日、克拉斯诺达尔、萨尔茨堡红牛和顿涅茨克矿工。作为欧冠三冠王的国米，连欧联杯资格都捞不到，他们在主场取胜即可出线的情况下，被矿工逼平0-0。而意甲另一支黑蓝军团亚特兰大，是在最后一轮1-0战胜阿贾克斯出线的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